肚子饿大概是午餐吧。你觉得自己最大的魅力在哪？笑容。你会选择自己有漂亮的脸蛋或聪明的脑袋？我要漂亮脸蛋，因为聪明的脑袋我有了。你最不能接受自己哪一点？腿粗，男生的脚比我还细。如果有一次免费整容机会，你要整哪里？疤痕，因为我的脚很多很多疤痕。如果给你一个愿望，你最想实现什么？再跟我儿上去玩。彭于晏，因为我对人夫没有兴趣，宋仲基都娶宋慧乔啦。都是观众的秘密。没有秘密的，我生活其实都很公开的，大家可以去看我的 IG。给我们自己说，什么最让你难忘？今早去浮潜的时候，我原本以为浮潜很容易，结果我浮个差不多15分钟那样，我上来我就吐了。是 One FM 的 Mika， 请记得收看 YSM TV。